继续劝精进，求生安乐国，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。这个世界名副其实，确确实实平安快乐。得生彼国，皆悉智慧明达功德殊胜。如果有人要问，你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？我们最简单，人家也最容易听懂的。我到极乐世界去为两桩事情：第一个，我要求圆满的智慧；第二个，我要求究竟的福报。到极乐世界不是为别的，是为福报而去的，为智慧而去的。肯定在那个地方，这两桩事情得到圆满，圆满就成佛。所以我们皈依佛的时候常念呢，皈依佛二足尊。这二是什么呢？就是智慧跟福德，就这两种。足是什么？足就是圆满，没有一点点欠缺，这两种圆满了。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有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了。为这个取的，明者明了，达者通达了。智慧明达了，明了通达。经言所云：智慧明达，得智深故。智慧殊胜，究竟圆满的智慧。功德殊胜呢？那得福殊胜，福慧双修啊！智福并胜，超胜一切声闻缘觉，诸天都不能跟他相比。故劝世人尽勤求生呐！世间求不到的，到极乐世界全都得到。